看看新闻网。之前吴尊自曝已婚身份，着实在娱乐圈里轰动了一把。很多吴尊的粉丝在心碎之余，还是坚强地捡起小心脏，努力祝福偶像。而吴尊也确实在公布自己的婚姻生活之后，彻底抛弃了顾虑，大胆甩起幸福。情人节当天，他更是自曝已经有了新情人。吴尊所说的新情人，正是眼前的这个小萝莉，吴尊3岁的女儿奈奈。在曝光的另一张照片中，小姑娘戴着圆圆的小墨镜，墨镜后是一双如小葡萄般的大眼睛，梳着凌乱的齐刘海，双手还捧着自己的脸颊，又萌又美丽。不得不说，这基因真的是太好。而照片的右下角，老爸还附上了签名：我的超级小情人。